梦中有人说天佑菩萨，还清楚的说14月5日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天佑菩萨。对。天佑嘛，就是天上有保护他，保护菩萨呀。那菩萨就是他自己啊，他可能天上下来的菩萨呀。哦哦，好好，感恩师父。那那个14月5号这个有什么说法吗，师父？什么叫怎么写的？就是还清楚的说，有人跟他说十四月五日。14日5日啊，14月5号，十听不懂啊，什么字怎么写的？一年不12个月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哎、他这个梦里头就说是14月5号。十四月啊？啊，对，14月，一年12个月那个月。啊，五、号，那么就是2月5号呀。啊，2月5号。啊，叫他当心点了，哦，那师傅他这个2月5号没什么说法是吧？有说法，你看看他生日这不是是不是在这个时间嘛，就知道了。哦，好。生日前后要当心啊，要出事啊。嗯，行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